题目问说角三角 AF 柱是几度，然后因为前面已经证完它这两个三角形全的，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角 C 就是126度，然后这里16度，所以这里也会16度，然后这整个三角形就是它的外角，应该是先知道下面是16度哦，因为刚刚宇轩已经算出来那里是16度，所以角珠才会是16度，应该是这个方向。对，然后他在问角 AF 珠就是这个角，然后他这个角就是 C 珠 F 的外角，所以他是用右上角那个三角形的外角定理哦。然后这个它的外角就是另外两个角加起来就会等于它的外角，所以110加16就等于126，所以它的角度就是126度。所以同学还有问题吗？谢谢大家。